这样的关东煮螺蛳粉，你们吃过吗？姐妹们，今天我要干一件大事，先让我把快递找到。还有什么呀？哇，手迟早要剁掉。哦，就是它。这个是我买的关东煮的机子，一会儿我要挑战一个螺蛳粉的关东煮锅。现在我们就出门去买关东煮。今日份的穿搭是这个样子的，好冷呀，走。今天就带我这个超大缸去，因为家里属实是没有这么大的碗。现在就带着超大缸出门啦！好家伙，这里也太多了。太社死了吧！谁装来着？用这个装，用这个装。小哥哥职业生涯的一大挑战。我帮每个人来一个，每个人来一个。这女的也特能吃。哇塞，姐妹们，这也太香了吧！算了，小哥，我直接清空吧，你整帮我倒进去。这也太香了吧！回去煮螺蛳粉汤肯定更好吃。好家伙，这都给小哥哥整种草了。遇到啥事不要慌，先拍张照。还和粉丝宝贝合照了。冬天的第一缸关东煮，超级大一缸，走走走，回家，可算到家了。上男模，我在。带来我的零食仓库，找几包螺蛳粉，送你了。有没有宝贝来找我玩的？这么多好吃的，这里都是，想吃啥全部有。把我的秘密基地给关上，现在我们就把关东煮全部码进去。太重了，还是得把男模搬过来。麻烦你把口水擦一擦。退货。我要开始装逼。宝贝们数一下，我一共放了多少？放得我手都软了。还要忍住不偷吃，搞定了！再来把关东煮的汤准备一下，把小料包撕开也太爽了。今天又是展示厨艺的一天。水开之后，先把调料包全部倒进去，再把小料全部倒进去。现在就把刚刚煮好的汤汁倒锅里。哇塞，中间这个是超重格，这一格是我专门拿来放螺蛳粉的。来啦，姐妹们，现在就开吃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个也太香了吧！满当当的全部都是，饭前必喝的小果汁，奶丝。我先来尝尝味儿，一会儿这些拿去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分享。哇哇哇，绝了呀！这个汤超级鲜美，又综合掉了螺蛳粉的臭，嗯，又有螺蛳粉的香。一定要关东煮的汤再加螺蛳粉汤。先来吃个海带结。啊！完了，姐妹们，我的快乐没了。刚刚小哥哥居然没给我拿萝卜，那个吸满汤汁肯定可好吃。布里后来告诉我，确实很好吃。嗯，哇，太完美了，大虾球，很酥弹。我的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鲜美？再来嗦一口。哇，我的妈呀，直接封神。啊，真香。又臭又香又烫，配着这个汤真的是绝绝子的。魔芋丝，零卡路里的螺蛳粉。这个大勺吃饭太方便了，再来嗦一口。绝！最后再来尝尝这几个新品鹌鹑蛋。嗯，外面是油炸过的，特别吸汤汁，小小一个咬下去还会爆浆。再来吃个虾饺。哇！最后再来喝口汤。太完美了，现在就来跟我的小姐妹们一起分享了，谢谢女孩子们的快乐。